想要谈论它。我是乐观跟悲观极端的人，就是我不中庸。Self as subject 就是把自己当作主体，创作的话就一切会以我的情绪为出发，比较偏暧昧一点点，就不会那么的明确，就是直接让你直接感受到那个痛。我明明好好的一个人，为什么会被这么残忍的对待？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好好的抓住我情绪会往什么地方走。他说快乐只有一种，但是每个人的痛苦却千差万别。痛苦这件事情是很值得被记录下来的，而且才可以感受到感动到更多人。